接下来在花莲市的新建街59巷这一栋透天民宅6号的深夜传出了火警，消防人员获报之后是赶往现场救援，就发现屋主夫妻俩在二楼的阳台待援，立即架梯救人，同时也破门入内灭火，并且上到了三楼将屋主的儿子给救出，火势也很快的被控制住了，那么屋主一家三人都平安获救，那么起火的原因以及财损仍待调查。花莲消防局接获报案，指称建新街59巷一楼民宅冒出浓烟，屋主夫妻两个人在二楼的阳台等待救援，而屋主的儿子则是受困在三楼。消防局立即出动了13车21个人前往，首先是由消防人员架梯上到二楼把屋主给救下来，同时破门进入到三楼把屋主的儿子给平安救出。我们接获那个建新街59巷5号住宅火警，那报案人指称有三名民众那受困在火场，那我们车主到达后发现二楼的窗台有两名受困的民众，三楼的房间也有一名，那我们立即架梯那上二楼将两名患者救出，那从一楼的部分破门那火点在一楼的客厅那扑灭后立即去从三楼室内进入三楼，那借由共生面罩将患者带出那所幸三人都平安没有受伤。屋主表示，当时家人都准备就寝，忽然听到一楼有爆炸声响，下楼查看发现鞋柜处起火冒烟，火烟越来越大，阻断了逃生路线，他只好赶快打电话报警，同时到二楼等待救援，所幸三个人都被平安救出，火势也没有继续扩大，而至于起火原因还要再做进一步的调查厘清。大华的新闻综合报道。